小提醒是，之前不是有个新任务，然后是20号到11号，总共是13天。13天。那一堆奖励啊，就记得每天去拿。基本上是因为大部分人不是炭治郎这个，就是Inosuke 这个吧。你就是读石头，要不就是战行书。个人就是战行书啊，是最多13本。所以那就不要忘了。不过这些战行书都是限时的啊，就是它会有一段时间让你用，过了之后就，收掉，不会再有了。好，那除了这个书之以外，还有一个速度书。它限时到什么时候？这边应该有。好，4月10号。所以就算直接这边看了 ，OK， 小提醒。